嗨，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现场自由棒。我们来上一场啊，我们打这个自己打的哈，打了160,000哈，还算少了。可是我有打到四天王哈，四天王如果第一次被推掉的话哈，在接近要结束前大概一个小时它会出现哦，大概前一个小时左右我觉得啦。好，所以变成说如果一开始四天王跟这个本阵被推掉哈，不要伤心哈，你就在快结束的前一个小时出发，好，你就抢到前面去。好，开战啊！你就直接冲啊！我就直接冲本阵了啊！来，直走到底啊，最右啊，哈，冲啊！里面走，里面走，然后绕过去，再里面走。哎，不急不急不急。哎，这边没路啊，这边没路，走错路，啊，这边走这边，哦，等等，都是走沿着墙边走啊哈，门在这边啊，被追到了，讨厌呢，他那边有个小门呐哈，快点快点，我要冲进本阵。哎，为什么有激烈流水转啊？啊，被拉到了啦！被拉到了，被拉到了，吓我一跳！有玩家啦，有玩家靠近啦，被拉进来了。在打谁呀？从这里进去，右转，两边走，右转右转右转，哎呦，不要追我啊！这里，本站在这边，从这角度进去，进去，没中。啊，幸村啊，哎呀，天哪，不知道能不能录到，因为那个他那个守护的人太多了哈。可是如果我只要出去，应该有机会，有机会的哈，应该有机会，应该是蛮大的。只怕我出去被点了，已经被人家点了哈。本阵一番枪啊！不要丢我的脸呐、啊！
通常用正加一闪哦，就比较不怕对方的准备的补血啦。这个是用正压一闪的优点哦，对方他可能会有一些全体亡回什么的哈、哦。那如果你说你装备的是正压一闪，其实就不用怕，一定会把斗砍掉、啊，这是正压一闪的优点、啊。要修高枪。正兵900，我来看看，哇，被点了，新城被点了，没得打了啦。好，我们打个孙氏吧。来啊、哦，这是85了哈、哦，这个军师啊，慢了一步。不过我要跟他讲哈、哦，你打过就可以领箱子了，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就是打一次就好了，其他是不是打一些本阵兵啊，好、哦、四天跟主将留给还没打的打。好 ，OK， 那关于万能武器怎么使用哈、哦，他可以选择特化，他也可以选择固有的。奥义哈，就加英杰的奥义。那英杰是用谁的奥义呢？就是你手上有的英杰，四级英杰。简单说了哈，就是金矿英杰哈。大部分都是大名等级哈，大名等级。如果你是手上有那种金矿的哈，像说四级宠物哈，就是金矿的宠物，就是顶级的了啦，好到顶的。好，那50等的宠物嘛，对不对？好，那金框的音节，也就是四级的音节，大部分都是大名嘛。那再来再加上什么？加上万能武器，它是由武器种类，也就是说它的音节技能可能会绑武器。好，那如果没有绑武器的就都看得到。那如果说有绑武器的，就只有装那个武器你才看得到这样子。好。我刚刚是算说，我应该可以点的打得赢那个正主嘛？那85这个是军师啦，哦，还有四天王啊，那可以啦，我这样的组合是可以。大概基本上是，我会建议你就是补啊，然后搭个德川家康啊，或者搭个强化的这样子，应该是可以啦。哦，补就是一只到两只这样子，像我是两个补嘛，哦。可打可补，再加上三个补就是救急忍耐这样子。那石川树正的强化是还可以、啊，还不错。跟大家记得一点哦，他这一次东西合战当中啊，敌人的这个攻击技哈、哦，是还包含什么呢？包含他会用该音节的奥义啊。也就是说，如果你遇到会抖人的，他会抖哦，他会抖。哦，他就是以前的话，核战的音，就是核战的将军啊，就核战的将领啊，他有属于他自己一套原本核战的技能的哈，他不会出现在我们的音节技能里面的哈。可是你要记得，他这次有调整哈，就是说他可能把它有点统一的啦，就是让对方的音这些将领的技能跟我们的这个。手上掌握的音节的技能是接近的、哦、所以对方可能也会抖，你要小心，他可能就会出这个技能，因为他说明上有写，因为我有遇到、哦、我有遇到那个真田昌信、哦、我就被他抖了、哦、
哦，八十五等是那个军师啊，所以建议大家有机会哈，如果你要打一次，因为他有活动任务嘛，你就是除了打分之外，你要再打一次本阵里面的四天王军师或者是主将这样子，好，他可以领一个箱子，好，只要打一次就可以了。那第二周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那个了，会不会有重复或归零，所以你就是看一下那任务栏，任务栏有写，就说你要打什么这样子。那再来呢，因为我发现一个哈，就是说你的奥义的技能哈，跟本身那个音节的技能啊，我的神识了，要修，糟糕了，难道我会输吗？该不会吧？哦，这个本愿是显奴的奥义有一个优点哈，他使用奥义之后会给自己带一个白灯，啊，他自己会给自己一个白灯，他只要用奥义就会有一个白灯，然后白灯就可以用来拉人。好，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这个万能武器可以使用的技能啊，它会跟原本那个音节的属性值是有关系的哈。简单说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素人，哦，封魔之炼佑他是个素人，那我们本身玩家的智力就跟这个封魔之炼佑这个素人其实是有相关的哈，就是说你必须智力高，封魔之炼佑打出来哈，才会有那个类似接近的输出啦哈。啊，如果我装的是镇压之一闪哈，人家砍是15000哈，因为我的腕力低，我虽然也是装镇压之一闪，但是我砍出来的镇压之一闪不是你所看到的这个数字啊，好，不是所谓的武艺砍出来的镇压之一闪，阴阳师砍出来的镇压之一闪可能只有。他是看腕力值哈，他可能就是吃腕力值，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封魔之炼佑他吃的是智力哈。你看我可以输出接近跟封魔小次郎接近的数值哈。当然了哈，我要的是他的灯号了哈。所以譬如说，如果我今天我拿枪我去打飞鸟，好，飞鸟三连，那可能我打不出孙氏飞鸟三连的数值啊，因为我的腕力太低哈，这就是。有卡控到这个部分了哈。安尼我一个死去的，慢者慢者的。啊，我这个阿伯又起来，等一下减一只。啊，糟糕了，我出不去了。我被哦，15000啦。呼叫哈，大家记得一点哈，你在呼叫的过程啊，好，呼叫的过程，啊，这样复数哈点，哇，大家点光光啊，啊，点光我就可以跑了，走，啊，我也摊到15000，好，那我们先到本阵内休息好了，也，欸，不对啊，不用啊。直接去蹭其他就好，去蹭其他阵便当哦，便当打掉了吗？便当打掉是不是？哇，便当都打掉了，便当都打掉了。关于疲劳是这样的哈，你如果疲劳度过高哈，你去点王哈，你的音节跟加成是不会跟进场的哦，甚至他不让你点这样子哈，你要注意哈。但是被追不算哈，我发现好像被追是不算的哈，你看到被我虽然疲劳很高哈，哦，被追，全进哈，全进的状态，然后再来就是哈，如果我们的那个疲劳泛红哈，泛红色的时候啊，你的防御力跟你的输出可能都会有影响哈，比如说你会被打得更痛，
或者是你的输出会比较低，这个要注意哈。如果你有发现这个现象，可能是因为你的疲劳超过了，它那个是一个设定的卡控了哈，就让你变弱这样子。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你在打王的时候，王突然变得很鸡巴哈，那就是他给他奋斗之症哦，他变成生气的脸哈，那个也有影响哈。所以战场还是有很多非常奥秘的地方，哇，都被推光了，那我们回去推自己的阵了啦。我现在需要休息一下。哎，被卷入了，谁？谁啊？哦，你看对方也是用德川家康哈，啊，药师，然后用救急忍耐哈。然后对方有武田胜奈哈，那一个凯真理哈。有人在问说用哪一支这个像这个武田胜奈啊，用谁比较好哈？这个武田胜奈啊，它的优点就是它会降灯号啦，哦，它也是会降对方的灯号，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用胜奈，如果你的铃铛能够选胜奈也是不错啦。好，那也有刚刚也有人就是说，他先选了自选胜奈，然后再去开铃铛，结果铃铛就开到胜奈哦。恭喜胜奈突破一这样子哦，有突破也是不错啊，对不对？好，哦，这个凯真理啊，密剑烈风斩。我被拉进来了。那个关于被卷入不卷入哈，我是觉得你可以设定一下啦哈。比如说你不要让人家卷入，或者不要卷别人，或者你自己不要被卷这样子。哦，他用的是马场啊，马场很不错啊，马场比较偏攻击。哦，我用树阵是偏防御。好，我去找个阵休息一下，我的疲劳超出了哈，六四了，快走快走，快走啊！好，然后像我的话呢，因为我本身有封魔嘛，所以我就拿小刀哈，拿小刀可以学到封魔的技能。那他就可以直接降对方的物理耐性哈，因为我两个那个嘛一打嘛，所以我两个一打是属于物理攻击哈，所以就可以降物理耐性。那你会发现我没有用能月哈，我没有用能月，是因为我也没有办法确保对方的攻击是不是会比我强啊，因为能月的第四狮子的话，它是双方都会有影响哈，所以我建议说，如果你要用狮子是要小心哈，用能月的话要小心，因为。他的两面刃啊，两面刃，我要休息啊，我要休息啊，没有阵让我休息，然后丢那个奋斗之阵哦，只能丢自己的阵哦，敌阵是不行用的哦，也休息，这是敌阵吧，再给他阵吧，试看看。应该是不行，啊，要给我方的阵，我方阵的将才可以哈，你给敌方阵将没有用哦，啊，那再杀这个，杀，还有这个冠军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二被吃啊，不用钱啦，尽量吃哈，
为什么？因为我要吃到它可以放那个封魔啦，封魔的奥义哈。来这个，冲，转进去，点，点不到，不是很会点，啊，没关系哈。开场先想本阵哈，那主将打掉，那一场就没有了啦，就保不了，除非你去别的场子打哈。不过我觉得目前的状态应该是各场都会被打掉了，啊，应该各场都是被打掉的状态。穿就不难哈，我是这样的，五十万就换的，好，五十万就换的，我们打五十万就换的，因为我目标只是把那些铃铛先拿到手，啊，因为有五只嘛，有五只的话，打这个有音节的地方的分数比较低。好，那如果你打玩家的不能开音节的分数是四倍，就是这里的四倍，也就是说可能我打一晚就撑打一场，他们就等于那边打一场就等于这边打四场、哦、那这样设定也是合理的、哦、也是合理的。好，等一下我们就先杀回去，然后看一下这个是几分哈、哦？这个65等应该前阵吧？前阵的话应该在1000多吧？那如果你打的是老虎队的，好，拿老虎队的，你就可以。组哦，一两只老虎，两三只、四只，然后开双神去用智能去叠哈、哦，用智力去叠。那因为我是开武艺的哈、哦，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弄哈、哦。其实也是可以的，好、哦、叫一个可以把显炉换掉这样。其实打这些非本阵的可以换成。高速刷的了，我看能不能把显炉换一个降雾奈的，给大家看一下哈。战果1800哈，前阵1800，不要急着走了哈，就是稍微停一下，那给大家看一下哈。来登录我的这个显炉这边啊，排序。筛选初始化确定，好，那我们就看一下架势是谁哈，架势显炉这边有谁，孙氏谁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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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孙氏，我是想要叫那个没有、哦，难道叫他吗？叫他可以哦。欸，我这边没有那个吗？没有那个，哦，我可以把它换成那个。欸，这没有那个、哦，这一只没有那个嘞。没有看到降雾奈那一只，奇怪了，这一只在少那一只哎、欸，没有、哦，
真的没有哎、欸，见鬼了哈！没关系啊，来，我们换一下哈，把线都换掉哈，把它换成 cost 4，我们换成这个县长好不好？好，换成县长，照。哎、欸，为什么西军没有人刷、啊？西军有人刷一下吧。来，等一下我们这边哈、喔、打过来之后，我们去别的地方看一下哈、喔，去别的地方看一下，看一下换掉一个显炉，我们的输出会不会好一点？哎，山田锦龙没中。好，我们来看这个，封魔是炼药，吊瓶哈、喔。其实我也可以做一支炮，然后用信长这个吊瓶，那我可以做出丸力比较高的，那可能吊瓶会比较强。好、哦，还不错、哦。那如果再把这个德川这个再换掉哈，换成两个吊瓶，哎、欸，应该也不错啊，好，四个物理，好，四个物理，好，我们把德川换成能月好不好？来看打得多快，啊，大概知道前阵的状态了哈，不用盾也没关系，其实这个也不一定要用那个，也可以用道场，用道场你看也是可以啊。好，我们开个能月好了哈，开个能月来看一下，如果我们用快速打的话，召唤能月用很多新玩家、老玩家都，我靠，强起来了，哎呀，真是的，好笑，大家强起来了哈，我们把德川拿掉。然后加成呼叫，我们把能月开起来哈，能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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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起来，哦，这样就可怕了，那就非常可怕了。好，没有了，冲啊，来试看看。为什么这一阵没人点了、啊？他是被抓到吗？他是被抓到吗？来，顺风啊、哦！我们来看一下差多少哈、哦。没逮捕啊。没带半个符，顺风，狮子加顺风，砍，砍，然后扫江屋奈。再少，哎、欸，气不够，气不够，啊，气不够就打一样，啊，那其实好一点的话，应该是速振再去用智力叠信玄会更好一点的哈，可是他在天授祈愿哦，有气不够，对，好，没关系，好，刷了18。砍，
三万多，一刀给你死，好，这样蛮快的哈。哎，我刚是没点到，我刚是被抓呢。我刚是没点到。啊，真是的！哎呀，真是的！来给他，还没死啊、哦？这我还没死。好吧，好吧，好吧，那就我们就再去找，再去找。中正吧，这个应该是中正哦。最好哈、哦，东西双方都有特定的玩家在刷啦，这样速度才会稳，双方速度再刷起来才会稳定的、啊、哈。不然就会像这样，一直有在有人在等哦，等对方刷，这样就表示说对方打的人比较少。我挑这里是因为这里人比较少啊。好，顺风，进长吊瓶，效果还不错哈，丢，其实应该省下来的，这个气要省下来，气省下来，因为你每一回合在打的时候，你会发现活下来的会是哪一只啊？就比如说你补刀就去补那一只这样子。哦，万能武器有两种用法啦，它有两种用法。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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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发停重叫。我没带补啊，炼药。啊，有啦，武田信玄可以补啊。武田信玄可以补，有一个补，有一个补，有一个补，刚忘记了。本来是三个补。有些玩家你刚进来你没有在看说明的哈，你要看一下说明哈，它场地是有分的哈，它有分的，它基本上就是分两大阵营啦，就是可以用音节可以跟不能用音节这样子，然后再来又分能够对人不能对人这样子啊，所以就是说能用音节不能用音节两大阵营，然后当中又分成可以对人跟不能对人这样子。那通常可以用音节这边的话，他们都是玩家默契啦，就是不点人啦、哦、所以基本上就是 PVC 那一边才会点人，对人的才会点人啦、啊、可是东西战期间啦、哦、默契是不杀人啦、哦、是这样子。如果你刻意去炸人杀人会被干掉的、哦、可是也没有说你不对啊、哦、也没有说你不对啊、哦，这是一个我在看，可能要打那个打本阵网的话，可能要打三点那一场啊，没关系的，这种军师的哈，宰了军师一万多，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为什么这么快就又死啊？这一次吗？
呜呼，安藤两整哦。风魔这边有。我石川树正如果换成马场，可能输出会 更高一点点。哦，因为角洲军学风它也是有提高攻击的。我用石川树正是为了防御的。来，我们再把我看看对方有没有机会打我。如果对方没有机会打我的话，我就把石川树正换成马场哈。主要是这个刷的效能，好，刷的效能。对方应该是没有机会出手哦，你看他那个，好，我换马场上来，好，再换一个马场上来，对方没出手的机会哦，1800哈，哎呀，桃花才1800哎，好，我们换马场上来哈，换马场上来，登陆，换马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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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马场。其实信长可以换成羽生米兵卫啊，哦，其实也是可以的。奋斗之阵交给他，啊，我帮自己的阵，耶，好，好，我们看有没有场可以打。哦，一位一位，好多。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没有马场打的效果没有哦，不要追我，炼药，炼药，34000，对了，34000，哇，其实也不大需要哈，这样就结束。哎，这个小兵啊，打个王，打个王，然后又被人家点走了。他们都说叫互刷啦，就是说有两个团固定在刷这两个阵这样子。我刷，我在对面，你在对面刷，我在这边刷，这样子。甲州军学风，抖，看到有没有还手机会啊？为什么我用信长，我不用那个羽生呢？因为信长是物理攻击哦。那
一打也是物理攻击，然后我封魔炼药再降物耐，所以三个物理攻击哈。所以我用雨声其实没有用信长来的好，虽然雨声会降对方的气啊。那当然这是属于速刷的版本哦，速刷的版本不是说你拿来打完哦，打完还是要用文件的哦。大概点到就可以看电视啊，通常我们打这个都是边看电视边刷，边追剧边刷的。好。怎么没有后证可以刷？1800是先证吗？中证啊，先证还是中证？看不出来，就是中证1800。好，你看这边有人在打，好，那也不见了，耐心不见了，然后就从这边冲过去，因为他在打后面这个嘛，这个是后证哈。顺风的话，对用炮的哦，还有剑锋的哦，都是有加成的哈，有加成。甲州军学风之后接圣运，哦，看他圣运开在谁，应该是开在一打身上吧。疲劳消失再出去哦，疲劳消失再出去。我是尽可能找人少的地方去的，你人多哦，大家抢来抢去，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多时间都在那边跑来跑去哦。那还有一个方法，直接窝本阵，打本阵兵哦，本阵有阴劫的兵，有降临的兵哦，那个分数也很高哦，你只要刷得快就可以了哦，尽可能就是。现在就是你要速度快，像这样哇，四百火板那里跑。
我这次怎么没有安元降剑啊？如果安元降剑就更完美了。没有安元降剑，那刚好又让我可以用封魔的奥义哈，那就可以吊瓶。这只炮信是克的哦，炮信是克，哇，才900耶，小兵才900，被点了啦，被点了，被点了，啊，其实900两只哦，这个小兵900两只，1000多待命的。好，我们去别的镇看一下好了，去别的镇看一下，大家让大家看一下。咚，一发就倒哈。好，给大家看一下换镇哈，我们换一个镇。比如说你看到，你看到、啊、我们现在在东镇哈，那、啊、这边很镇很多嘛。那如果说我们换去西镇了哈。好，我们就回去。它是可以换地方的哈，看看。核战场是移动，移动核战场。好，像我们刚刚是在。对人战，东军，我们在东军嘛，我们好像在这边东西东军西军东军，加成音节可以可以，对人可以哦，这边的哈，我们在这个心这边的哈，好，这是不能对人的，你看反而不能对人这边比较多哈，好，那如果说我们来这边呢，西军呢，长，好，我们过去长。长的东军，这是长的东军，我靠，满满的红色啊、哦！哎、欸，等一下，要七个马啊、哦！所以就是说，你不用怕没有阵可以打了啊、哦，就是换着换着打这样子啊，换着换着打，然后甚至你退出再进来也可以啊，哈、哦，退出就再进来就可以。换东边或西边呐、啊，那如果你在移动的话，这样其实只是，哎、欸，武器没有哎、欸，哦，换武器就不见了哈，那再领一次哦，然后你领的那些身上的那些道具药都要重领哈，只要离开的话，然后万能武器啊，然后哇万能短剑，好，给一个古神道好了，好，然后。来哈，装上去，万能短剑，然后武器万能短剑，固有，我们选封魔，好，哦，大家都抢起来啊，你看这边都抢起来啊，好，没关系，好，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好，看一下我们组合有没有叫错哈，一样哈，好，冲。快刷快刷，哎呀，进去，好像每镇的王都有点不大一样哈。啊，讨伐是没有了哈，英雄坛是没有了。可是，如果是自己镇内的，你跟他碰面，应该是有那个，哦，那个绘本啊，哦，武将的绘本是有。哦，所以你不要说没得打啦，其实是有啦，都有得打哦，都有得打。只是你要组合出属于你自己的高输出的队形。那你缺什么？
好、哦，缺什么加成，其实上个礼拜就是给你机会去培养了、哦。那这时候如果你有赶得上的话，比如说双武田啊、双神啊、哦、大小老虎团啊，像我是物理嘛，我是物理输出团嘛、哦、，OK。那个速度啊，速度上就把它拉起来这样子，然后用能月顺风这样打哈。因为我刚开始第一场的时候是稍微摸一下那个对方的强度啦，哦，王的强度啊，其实还好啦，我应该可以推掉那个主将啊，哦，只是刚刚没点到啊，一次没点到，只能打军师，呵呵哦。好，那就大概这样，大家参考一下哈。你的队形的偏向，哦，你是要用怎么样的队形？那建议单边向啊，就是说物理就物理，智力就智力这样子哈。你就单边向这样子哈去调，不要说混啊，混可能怕没有办法叠。哦，现在攻击是要叠，哦，你看到25000了，那可能下一轮。好，这个我抹下去，它就是30000多，这样一直叠上来这样子。那如果说你用两只神子啊、哦，比如说我不要用能月，我用两只神子也是可以啊，好、哦、也是可以。好，我用能月就是吃狮子跟顺风嘛，好、哦、吃狮子跟顺风。然后再加上一只雅月再叠圣运嘛，好，这样看一打砍，好40000，然后二号机一打再砍，好 ，OK， 好，就这样子。好，那这一集就是打军师啊、哦，呵呵，记得没有那个再出去啊、哦，好，在等谁啊？在等谁啊？他可能是被刚刚那一只在门口，可能是那个啦，他被缠住了哈。哦，他被小兵缠住了哈，这要点阵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这样，你一次没点中，别人就补上哈，动作要快啊。好，那今天影片到这里，欢迎订阅、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看到最新影片。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 YT 或游戏中询问哈。建议多看影片啊，哦，多看影片啊，因为我发现有些大问题就是蛮浅薄的基本问题啊，哦，那你如果多花一点时间爬资料或者是爬影片，其实都很快就可以了解到怎么去操作，哦，你线上用文字去问人家讲的也不一定能够很清楚啦，哦，对，你就花一点时间看一下影片要怎么弄这样子，哦，你下次就很快进入状况了这样子，哦，那当然啦，我们是非洲玩家，我们不是高手哈。说明了哈，你要看高手怎么打，看高手哦，他们属性值更好哦。譬如说他们的一打可能有塞了鬼神死亡力的，所以他砍的可能一刀30000，哦，70000-80000这样子。然后他的武田信玄可能已经塞了鬼神死，好，哦，智力300、600、1000这样塞哈，他打出去一发就跟我们不一样哈。那你说会不会快？会，他可能就是2发就结束了，我可能要4发，就差在这里啊，哈，他这个速度了，哈，差在速度了。那我们尽可能的去贴近了，哈，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资源，哈，因为要突破嘛，然后要累积那些石头，哈，我们先求有了，哈，先求有了。哦，那可能有些玩家他可能刚回来，或者是新手，哈，他在调整那种组合哈，不是那么的得心应手哈，那就是就多花一点时间去调你的队形了哈。
其实这个每个人的打法都会稍微有点不大相同，哦，因为你的音节跟我的音节不一定相同啊。你音节跟我音节不一定相同。所以不会打的都一样，好，所以变成说，像说我镇压的一闪啊，你可能就没有镇压的一闪啊，你没有一打就没有镇压的一闪，你有可能有别的，好，有别的。像我有一只他没有一打，可是他有两只炮，哦，那可能我另外那一只在打的时候，你就看到我是一堆炮，哦，一堆炮，哎呦，小溪行长被抓了，没中了，松井康之。啊，哦，就大家就看了哈，就看你怎么组合啦，每个人都不大一样哈。非洲人有非洲人的打法，好，哦，非洲人非洲人打法，那累积物资嘛，一步一步来。好，哦，那你说这个加成呢？你现在这支如果不够强，没关系，等你的老师团，好，哦，等级都满20，然后塞一点鬼神石。有没有突破到时候再看，啊，如果有突破就塞点鬼灯石给他，那到时候你再做出来的新的一打就会更强，哦，就是这样子，哦，就是到时候再换掉这样子，哦，你同时间可以并存好几只啊，只是使用上的限制而已啊，哦，生产制造没有限制，哦，制造没有限制，只是同技能的要叫出来一场最多两只，哦，最多两只就是本尊跟加成这样最多两只，哦，不可能超出第三只，来小溪行长啊，哦！好，这只小溪行长打完，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哈，哦。那我可能要继续刷哈，哦，刷到50万。那如果有再打到正主的，我，哦，再拍给大家看哈，哦。这个就是军师的哈，哦，也不难的，啊，哦，也不难，只是让大家了解到说，这个我们在打这个战场上的时候，在打这个东西战的分数上哈。哦后阵跟本阵应该打在分数应该在3000上下啦，3600、3000几这样子。哦，啊，中间的话好像就1000多这样子。那刚刚打4天还是军事啊，是10000多嘛，15000。好，那这一场可能是在2点结束，所以在1点多的时候。可能这个4天跟军师会在复活，哦，那当然主将没有了哈，主将没有，所以大概1点多的时候再去本阵蹲，哦，你就会发现，哎，又出来让你打一下，哦，就可以又摊个10000多，哦，那如果说那个阵没有玩家玩，那当然就是你就把4天跟军师都吃一次这样子。又好几万，哦，好，那等一下我让大家看一下任务栏，哦，任务栏。前阵几乎是不用到血了啦，全部都压在攻击上面的了，哦。来，我们来看一下哈。任务栏啊，情报委托任务，来这边功勋现在是220000哈，哦，现在是220000。那你要看，哦，大明军功状我居然有4张哎哈，没有领哈，哦，220000。那你看在4天晚上武将已击败，这个是有送一个箱子啊哈，哦，这个有送一个箱子，所以你只要达成就可以了哈，220000啊一半的哈。哦，好，那今天就到这里，欢迎来到现场这一晚，我是老郭，下期再见，拜拜。